世间佛陀的独生接下来请收看晚课。放一字句，
生无何道之名，何况有时是诸种妙。
Thank you.
Oh.
吉So
Oh.
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1-6766 5001-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8-660 012-001-198-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新逢释迦牟尼佛圣诞，起见浴佛祈福法会，恭送浴佛功德经，礼拜大乘金刚般若宝忏，消灾超荐点灯供水药供暨甘露施食，日期5月27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8:30开始，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。